Okay, here we go. 今天我们来到了70后饭吧。嗯，70后，但不只给70后来的。这个锅里面呢，这叫什么呢？上酱肥牛土豆泥。嗯，你看这颜色好鲜、好黄、好好吃的样子。噗噗噗噗噗，像石锅一样的锅还对，还在加热的状态中。那端上来的时候，可以听到里面的汁水还在扑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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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熬汤的那种感觉。这个一看你就会兴奋。对，冬天的时候暖乎乎的吃下去。那说一下它的味道呢？它主要是土豆泥嘛，里面的土豆泥它是淡淡的，它的汁水都是附在外面，里面没有沾到汁水。吃的时候可以把它拌开来。那这个上酱它是一种创意菜嘛，它除了土豆泥的香味，它还加了芝士。Yes， 是它的一个特点。再配上肥牛的那种肉香，整个这个上酱土豆泥都感觉很香，对，很好吃。如果点了这个土豆泥呢，建议可以不用点饭，因为土豆泥吃下去很棒。